爸的确是在背地里干了蛮多我觉得蛮不 OK 的事情。爸，大家都不要偷鸡摸狗干这种事情，你有种你好歹你直接跟我说嘛。与丁一和解，怒呛孙鹏破富太早下蛊过程。下蛊啊，那个是真的啊，各位，你不会想体验的，这样会让你疯掉的。但是我没疯，我活着回来了。你怎么克服？就像我克服所有怀疑一样，大家越说我做不到什么东西，我就越想证明我做得到了。问铁齿一样。男主日前疑似在泰国肉鸟惹麻烦，遭人下蛊，接连抱憾爸妈孙鹏敌意闹翻。昨在直播中指控孙鹏投放符水给他喝，经他也露面一一说明。我跟我妈和解了，所以我爸就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希望他跟我道歉。失望是失望没有错，但我还是爱他。发生事情之后，爸爸有跟你联络过吗？他应该跑去躲起来。会希望他们就是两个合法。那我觉得我妈开心就好，这样。我爸的确是在背地里干了蛮多我觉得蛮不屑的事情，所以我真的对我爸蛮无言。而且他是那种哦，我问他他还会不承认的那种样，所以，例如偷偷把我的，符水的事你们都知道嘛，那符水喝起来有够苦，然后我去问他有没有这件事情，都当作没有，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。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不太想讲，毕竟他还是我爸。对爸，大家都不要偷鸡摸狗干这种事情，你有种你好歹你直接跟我说嘛。那知道自己就是上了泰国的那个新闻有吓到？没有啊，我就说过我该体验我都体验过，我还有什么好吓到的？而且我也有跟事主道歉过。整个普吉岛变成一个很像一个大型实境节目一样，以我为中心，这样皇室、警察、巫医都有参与到我在泰国的一些事情，因为我说过那像地狱一样的体验。请问你为什么一直逼我回想？很像是一个精神时光屋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一直反复想要逃走，反复死了很多次的感觉。首先他把我绑在床上，给我施打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剂，应该镇定剂啊什么的，然后再给我吸一些不明气体，旁边隔着一个布帘，推进来一个不知道几岁的老头一样，做一种类似像那种能量转换的事情。你要知道你们今天新闻 PO 的那个上车那个画面，那只是前奏而已啊，那只是序章而已。后续我被释放以后，才发生更多你们想象不到的事情。所以是阿奶带你去泰国？错，我自己决定的。再有人说是他做替我做决定试试看。而酸左妈妈迪英受访指出，儿子会出现脱序行为，是因为和前女友阿奶分手所致。早前还传出迪英抱怨阿奶没礼貌，没打招呼就搬走，甚至帮他洗了5年的内裤。并没有这回事，都是假的。他会打招呼。我妈也从来没帮过洗，帮她洗过内裤。那你讲到前女友就捂嘴巴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每天如果不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，我自己也没办法放松。这样，你就想象我是一个有一个 PTSD 的患者一样。前几天才有2台大卡车又想蓄意谋杀把我撞了，在台湾，从来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国家可以让我 PTSD 又更恶化。以后再把我的泰国奇妙异世界转身的故事再跟你们说说看，这样。因为我说过我回想起那些事情让我很痛苦，而且我有 PTSD， 所以不要再逼我了。